北京是一座水网密布的城市，永定河、潮白河、北运河穿城而过，承载着这座城市的水运风情，也见证了古都北京的沧海桑田。川流不息的水波记录历史，也点缀着北京的自然环境。北京怀柔区的燕山脚下有一片美丽的湖面，这里被称作雁栖湖，湖畔风光旖旎，湖水清澈，每年春秋两季常有成群的大雁来湖中栖息，故而得名。2014年11月11日，亚太经合组织第2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在雁栖湖畔的雁栖湖生态发展示范区举行。2017年5月和2019年4月，这里又相继举办了两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数十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领导人以及各界来宾在雁栖湖国际会议中心齐聚，共同规划“一带一路”建设合作。我们摄制组来到雁栖湖，湖畔色彩斑斓。示范区管委会常务副主任彭明祥在这里已经工作了7年时间。但其实提到雁栖湖，大家想到的是国际会都嘛？是。国际会都四个字，感觉和生态离得很远，但恰恰是它最大的亮点，生态很好哈。能不能先给我们介绍一下整个雁栖湖的规模和它目前的这个状况？好，我们现在来到的是呢雁栖岛。雁栖岛在整个建设过程当中呢，它秉持了三大理念：中国特色、低碳环保和科技创新。整个雁栖岛呢，它的总占地面积是65万平米，建筑面积呢是15万平米。岛上呢一共有15个单体建筑，其中呢包括会议中心，还有呢雁栖酒店、雁栖塔和12栋呢精品别墅。雁栖岛的建筑呢，充分体现了中国皇家园林和传统建筑风格的特点。同时呢又结合现代的建筑理念，把它有机的结合在一起。彭明祥告诉我们，北京雁栖湖生态发展示范区2010年启动规划建设，2014年9月建成，主要功能是强化首都对外交往职能。整个示范区规划面积31平方公里，其中包括21平方公里的国际会都板块和10平方公里的绿色国际雁栖小镇板块。我们所在的雁栖岛就属于国际会都板块。皇家园林呢有它的特点，它的主要特点是什么呢？就是中轴线的对称和四合院的建筑应用。实际呢我们整个岛上呢12套精品别墅，整个它的建筑基线是以呢这个我们的雁栖岛的中轴线为基线，按照顺时针的方向来依次建设的。同时呢在整个建设的过程当中呢，都采用了一些四合院的这个建筑风格和对称的中轴线对称的这种建筑风格来进行建设的。彭主任告诉我们，登上雁栖塔能更好地俯瞰整个国际会都。我们找到北京建筑设计研究院总建筑师金伟军，他是雁栖湖国际会中心的设计总监。登上雁栖塔，整个雁栖湖的风光仿佛一幅画卷向我们徐徐展开。所以我们面前画面当中的这个颜色是非常丰富的，近处是五色林，远处还有非常鲜艳的绿地，再往远处看那个日出东方的建筑，真的像湖边升起的一轮圆日哈。实际上怀柔的会都实际上的范围是包括雁栖湖周围整体的景观，所以亚鹏你感觉这个特别美是因为整体环境的提升。这怀柔正市政府花了很大的力气，包括北京市政府在这里面打造一个国际会都的这个目标来做的。所以你看岛上的建筑，有的融入环境里面，融入树林里面，但是有的建筑还是漂浮在水上，非常漂亮啊，就像我面前这个就是哈。对，让建筑和自然的相融，一个和森林、和湖岸、和这个湖光山色如何怎么融在一起，这也是我们建筑师、规划师应该做的。这是燕山脚下美丽的雁栖湖，温润丰腴，碧水清波，温柔地展开臂膀，环住湖间的雁栖岛。雁栖岛三面环水，岛上植被茂盛，远眺燕山脊骨长城，水光山色美不胜收。金伟军告诉我们，之所以将会议中心选址于山林水秀之地，想表达的是一种力求与自然和谐的可持续发展观。
这岛的特点，整体像个像一片叶子，它是北高南低的，西高东低，所以在建筑布局的时候，整个是依照这个地势地脉，同时也尊重原有的这个植被，考虑到那个大国风范还有国家礼仪，所以可以看到会中心放在这个岛的核心的位置，正好属在这个岛的轴线上，也是采取北京的中轴线的一种传统的布局手法。这也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尊重。我用三个狠字可以概括。第一个是很中国，第二个是很国际，第三个是很生态，体现一种文化自信吧。从雁栖塔俯瞰，可以直观地感受到整个雁栖岛的设计，巧妙地沿用了北京城市中轴线的理念。十二栋单体别墅以雁栖岛中轴线为基线，顺时针依次排列，别墅和酒店的建筑风格中包含中轴对称四合院的建筑形态。金维钧说，这样的设计体现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尊重，也是向世界展示中国的文化特色。除了建筑和环境相融，融到树林里面，融到这个大草地里面以外，更多的是强调湖的提案的这个整体的可持续发展。实际上这个里面不光是保护原来的生态，实际上对原来原始的生态做有了一个提升。你比如说这个湖岸的保护吧，它实际上还是把这个原有的一种自然状态，包括现代的一些水系，来保持这个植被的一种良性的循环，湖岸更加自然，包括一些鸟类呀、一些动物，一些都可以到这里面栖居。也就是说，在雁栖岛的设计建造中，依托原有环境进行改进，提升了整体生态质量。除了园林规划之外，通过疏浚雁栖湖西侧水道，将半岛变成独立岛屿，提高了国际会都的私密性。通过岸线整治吸引野生动物，丰富了生物多样性。而针对山地生态，则尽量保留次生乡土树木、景观植被，形成景观游憩区、城市森林区，将建筑物隐藏于自然系统之中。确实生态很好，我们先不说话，可以听一下。很清晰的鸟叫，因为我们在这个九层的高度就在耳边哈，非常清脆。所以来到雁栖湖之后，我觉得从视觉上、听觉上，包括呼吸的感受上，都能够感受到这里的生态非常好。是的，我们电视机前还是有很多这个国外的朋友在收看我们节目的，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的朋友，如果有机会来到雁栖湖或者来这里开会，一定不要错过。走下雁栖塔，漫步于雁栖岛上，聆听着鸟叫，真的有一种人在山水中的感觉。雁栖湖国际会中心建筑取名为汉唐飞扬，这里也是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以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主会场。我们找到会议中心、会展中心的总设计师刘方雷。我们一定要做一个非常中国当代的一个建筑，这样体现了我们国家这种欣欣向荣，站在时代的前沿，有国际的视野效应，国际的宾客来共商国际大事，从会议会展都是本着这个精神。如何能把我们传统的这种文化，北京的文化能够再现出来。刘方磊说，5000年的文化积淀应该让每一个中国人都有文化自信。在设计初期，他想的最多的是怎样能让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与现代建筑相结合。在设计方案时，刘方磊走进北海、颐和园、故宫、景山，走到了北京的天坛、地坛，最终找到灵感。怎么样是一个中国的当代的，就是国际化的中国？今天的中国是什么样的？这个天地方的呈现呢，在北京很明显的就是地坛是方的一个坛，天坛是一个圆的，这个就是对天地的崇敬呢，其实到今天的意义非常大。我们所说的青山绿水，尊重自然环境，生态岛，这就是对天地的尊重。尊重就是尊重大自然。原来这就是圆形的国际会展中心和方形的国际会议中心设计的初衷。对于国际会议中心而言，仿汉唐的建筑风格恢宏大气，尤其是屋顶的设计别具匠心。因为中国传统的
核心呢是一种三段式的感觉，就是基座，然后呢建筑的身子，然后还有屋顶。那我提取了一个重要的一个元素，就是方台。基座呢是一个正的方台，石材和玻璃交接有一个凹槽，最后到屋顶呢就飞扬出去，就像鸟展开翅膀一样。经过那么多朝代，中国传统的屋顶都在变化，但是这个印象里头还是保留这种屋檐起翘，然后出檐深远，如鸟失翼的感觉，就是它有一种飞扬感，就是中华民族的一种向往天地的这种飞扬的气势。刘方磊说，中国诗经里有一句话很好地描述了中国的屋檐，它叫如鸟思阁，如灰思飞，而汉唐建筑是对这首诗最贴切的表达，所以最终它的设计方案以鸿雁展翼、汉唐飞扬为主题。刘方磊说，展翅高飞的屋檐在他心中也代表正在腾飞的中国。这个就是人们的心气，人在天地之中，但是他心胸有多大，天地有多大的这种气魄，也是一种国家民族甚至每个个人的这种心胸。刘方磊告诉我们，之所以把建筑命名为鸿雁展翼、汉唐飞扬，还因为中国古代有鸿雁传书的说法，雁栖湖也是大雁栖息的地方，寓意友好往来，体现开放与融合、对话与沟通的含义。2014年，亚太经合组织峰会在此开幕，各国领导人通过红毯走进会议中心，共同商讨未来亚太区域的合作与发展。这座将传统与现代结合的建筑，成为各国沟通的纽带，也成为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的舞台。我们走进会议中心内部，这里还保留着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以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式的陈设。我进来的感受就是它还真的像古代的王宫的大殿，很恢宏大气。因为他提出来一个要求就是什么，要达到从古到今的最高水平。最高水平是什么呢？最高水平我们说是祈年殿、太和殿，但是呢这些都是古代的东西，因为这是一个政治场合，我们不能把中间弄成龙，我们想呢它就应该代表这个时代。集贤厅是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以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会议的主会场，巨型圆桌，红木圈椅围坐，后置中国画木雕屏风，四周八扇木质浮雕环绕，与会场顶部雕梁画栋的中式装饰相互辉映。现在集贤厅已经成为中国国家领导人与世界各国元首举行圆桌会议的重要场所，古都北京在这里与世界握手。